泡芙小姐是一个充满了自由、充满灵感、代表女性独立精神的姑娘。我想通过一个女性主义的视角来解释这个城市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感情故事。我觉得大家现在生活工作的都很匆忙，所以我想做一些无聊的很简单的陪伴大家愣一会儿神儿。于是我们就画了一只拟人的小猫，起名叫黄豆包，用它来表现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无聊而美好的事情。熊张张是一个过于亲近甚至有点天然二的一个熊孩子，他用他的真诚逼疯了说谎和欺骗者。框框系列是讲述通过80年代的一个普通小镇的故事。框框是一个8岁的上小学2年级的一个男孩，框框代表了一个个人和体制相对抗的一个不屈不挠的一个精神，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对他80年代的一种回忆。这个片子呢，展示的是一个宅男的幻想世界。我们想通过这个片子呢，体现这一个群体也是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他也有多愁善感的内心。西班牙历史啊，它富有这种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浓厚的这种生活气息，它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这种完美结合。你给朕滚犊子吧！世界上超人有很多，我们做的呢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超人。我们的口号是禽兽超人，专打禽兽不如的人。我们在魂师这个故事当中设计了一个叫魂界的地方，通过三七在魂界的这个一系列的冒险故事来刻画人的人性，最终来展现这个东方的这个精神内核。